运势呢有五颗星呢，特别恭喜生肖属猴、老鼠还有龙的朋友，这礼拜的话吉星高照，有利于呢你的求财的好运气，所以这礼拜呢在工作上不要太怠惰，要努力的表现，会有升官加薪的机会。来看一下加码的部分，财运最佳生肖属老鼠的朋友，事业最顺生肖属兔的朋友，桃花最旺生肖属马的朋友。